大家晚上好，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天。龙屁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休息放松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我们一起合上双眼哈。 我们就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啊，轻松的闭起来就可以。轻松的闭起来，就是我们有微张。 也就是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没有完全都闭起来，感觉我们还可以看到前面的一点点的光，但是没有看到画面。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肉眼都 忘掉了，因为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 舒舒服服的坐，因为我们正在休息，所以舒舒服服的坐就好。也就是我们无论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只要自己感觉 我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也没有去担心坐姿标不标准、好不好看，我们正在休息哈。 所以以轻松、舒服为主，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慢慢观察哈。 如果我们发现哪个部位仍然感到紧绷、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调整调整身体的放松。 对我们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身体放松，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静定下来。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
调整调整身体哈。那么就请大家跟着龙屁引导的声音来观察，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哈，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放松，眉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我们没有皱着眉头啊。哪位在无意中有皱着眉头，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鼻子、嘴巴、牙齿完全都放轻松，脸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然后我们来微笑一下，给自己一个正能量，给自己好的心情来静坐。我们一整天可能要忙这忙那，现在就让自己能够真正的休息，所以我们开开心心的静坐就可以了。颈部也放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太直的话，虽然我们感觉好看，但是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也会让我们的心跟着不舒服。但是如果太松的话，我们就会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要调一调哈，背部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位，调得刚刚好。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让我们的身心更加轻松。
我们又生又长的嬉戏，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吐气的时候，我们感觉已经把闷闷的感觉、有压迫感的、有压力的，全部都排出来了。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而已。我们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轻松，sabai。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自己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在这里是大自然的。我们在这里感觉很自在，没有任何人事物，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身心也希望找一个空间，能够让自己这样休息，所以我们身体完全都放轻松，我们心里的部分也需要休息，让心休息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把它宁静，定下来。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念头，通通都放下来哈。我们的心经常跑到外面去执着人事物，然后就带很多念头回来，让我们的心感到疲倦、劳累，感到起起伏伏。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那些念头通通都放下来吧。就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是放下。当我们懂得放下，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从放下可以体会到放松，身体放松，心中放下，
然后我们就维持这个轻松舒服感。如果我们感觉可以让这个舒服感持续下去，我们就维持下去啊。如果哪一位还想把心宁静定在舒服点上，也可以。无论是在身体外面、身体里面，或者在体内的中央处，都可以的。而且昨天的舒服点可能跟今天的舒服点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的心在那里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就可以啊。我们的心宁静定在那里的时候，感觉好像心已经回到家了。在这个舒服点，心感觉很轻松，很舒服，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ธอ没有跟任何人做比较，因为休息，这样休息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ธอ做就好。所以接下来就请各位各自练习一下哦。
宁静，轻松，舒服。我们的心仍然宁静，并在舒服点上。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其实都是我们的同胞，也就是都是轮回中的共难者，所以我们以同情的心来看待一切众生。我们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就会自然而然地扩张、扩大。再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会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就愿他们更快乐。愿所有的众生都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没有互相伤害，众生之间都没有产生任何仇恨。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的家庭，能够终身行善，不要造任何恶业，能够当自己与他人的善知识，终身只交善友、善知识，没有交任何恶友、损友。也愿我们智慧圆满，身体健康。然后当我们修行静坐的时候，心很快就能够静定下来，能够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我们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我们每一位导师，
โยหลวงปู่จู่ซือหลวงพ่อธรรมชโยจานแล้วไหนในเติงตังเอินเรนประมันเยปาจินเทียนสัวสิวตะกงเตหุยเสียง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愿他们能够转世到更好的境界，有更舒适的生活，有机会回到人世间修功德波罗蜜，然后我们就为自己发为善的愿，我们就各自发愿一下。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ติ请大家以最欢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萨图。昨天已经讲到老奶奶的愿望，就是希望来寺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饱饭方便修功德，方便修行。今天หลวงพี่就当导游带大家去参观法身寺的厨房还有斋堂，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一个厨房。这个叫做夜魔厨房，巴利语就是亚玛。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熟悉亚玛这个词？我们诵《转法轮经》的时候啊，亚玛是什么呢？是第三层天界啊。当时的法身寺呢，就把六天的名称当作建筑物的名称啊，厨房就是亚玛啊，在这里可以煮饭多少份啊？我们看，可以供应1000人份呢、食物啊可以供应1000人份。但是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不够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厨房、也有另外一个地方，设一个厨房，是靠近法身寺的大雄宝殿。如果大家有看到、右边的那个桶子，那个是蒸饭桶啊、是怎么煮饭呢？我们就先看这里可以供应6000到10000人份啊。我们就会先把米放在这个大圆盘啊，然后呢，我们有加水，然后就放在这个蒸饭桶里面啊，去蒸饭。饭熟了就可以、包便当、然后就去送给来寺院的人、饮用。这是新的厨房，
那新的厨房。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蒸饭桶差不多啊，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什么？是大圆盘，这个是大钢盆，它60个蒸饭桶，45分钟可以煮饭5万人份呢，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用20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煮饭给100万人份，很多很多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大锅子，大锅子拿来做什么？炒饭。一个大锅子可以炒饭给多少人吃呢？400人份，很多哈。这是盆子，有很多材料就放在这里。他们正在炒菜炒饭啊。有些时候呢，如果班大法会在厨房里面可能要赶时间，我们如果地方不够的话，在外面还要搭帐篷，请义工一起来准备这个食物整个晚上都在做这些食物。然后这个是什么？如果哪位曾经去过法身寺的话，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雕塑，这是在老奶奶的斋堂这个雕塑是什么就是正在托钵，对吗？正在托钵，正在供养托钵。还有另外一个雕塑是什么？汤匙跟叉子。其实这两个有含义啊。供养托钵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来这边修功德，就把食物供养给比丘跟沙弥。另外一个，你也可以在这边用餐，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个汤匙跟叉子。然后呢，我们来看在斋堂里面，这里可以容纳6000位比丘跟沙弥呀。所以每一天早上跟中午会有比丘跟沙弥来这边用餐。那居士们也可以来修功德，除了可以来供养食物给比丘跟沙弥以外，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办某个活动，比方说供养钵或者袈裟给新出家的沙弥或者比丘，也在这边办所以他也可以办很多活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发展从小小的厨房慢慢发展到可以煮饭给100万个人吃这是大工程为什么可以这么发展？就是因为来自老奶奶的愿望，老奶奶的慈悲，希望每个人来寺院的时候不要担心有关食物方面，能够有饭可以吃，当有饭可以吃，吃饱了就没有这个身体的痛苦，能够安心的修功德，安心的修行今晚龙屁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增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